Dio Mr. Giannis Machidas。他前天来的，他说明天早上会飞，所以应该会躲开台风。Congratulations, running away from 台风。还有微风信义副店长，欢迎 Pamela 吕。Pamela， 谢谢，有你的帮忙，我们的电影会在这边这么的精彩。接下来 ，last but not the least， 来欢迎 For RCN 的灵魂人物 ，She is the founder 创办人，也是创意总监 ，Creative Director， 掌声欢迎。西维，西维你好，来到舞台上面跟大家讲讲话。让大家先恭喜 For RCN 来到了微风信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shopping mall， 所以你在这边有店，代表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品牌。谢谢你和你的伙伴们跟嘉义光学把 For RCN 带到台湾。身为创意总监，你代表着。你就可以代表 For RCN， 那可以代表 For RCN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好，台湾媒体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台湾，真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真的很喜欢这里的 hospitality， 太棒了！那希望呢，我们台湾还有所有的食物啊，还有人呢，让你可以不断的回来，把很多很棒很棒的作品通通带到台湾。那身为创意总监，你可以先介绍一下 For RCN 这个品牌吗？我的名字是喜文，张喜文。For RCN 已经创立了3年半，就是2016年开始创立，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很新的品牌，很开心正式进入台湾。然后 For RCN 是 base 在伦敦，英国，是一个比较时尚、很 fresh 的墨镜品牌。然后有一个很，我们已经有一个很 loyal 的明星 following， 所以。很开心，而且明星的名字都非常大 ，Beyonce、Lily Allen、J Lo，the name goes on and on。那这个品牌，恭喜你，它现在 is more than a shade， 然后已经不只是一个墨镜了，它是一个时尚的配件。那为什么这个名字叫做 For RCN 呢？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经常会问我。其实 For RCN 我们缩写是 FAS， 也会这样。Forsake 就是以艺术来源。其实我的背景，我是 Art History Graduate， 在伦敦学习艺术历史的，对对，所以你看了很多以前的作品。对，然后自己很喜欢 Contemporary Art， 就是现代的艺术这样子，所以自己对 Art 很 passionate， 所以就是为了这个 concept， Forsake 就是。名字就是这样开始的，希望我们的客户可以拥有自己小小的 Forsake 的艺术品这样子。那他现在有中文名字了吗？还没有。还没有，所以大家可以给集思广益来想想。所以如果直翻的话，就是看在艺术的份上所创造出来的一款眼镜。那里面每一只眼镜都是你设计的，对的。我想知道你的 inspiration 的灵感怎么来的呢？其实灵感很多，在 everyday 每天，我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都会给我有灵感。然后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客户，希望能 serve 他们。然后我们的客户有什么反馈啊，我们都会放在下一期的系列里面。所以大家如果看完戴完，多多的 feedback 就是了。那你刚刚完成了你的台湾的旅行，希望你会有很多灵感，为我们台湾创造一支 RCN。对。那你是创意总监，你当然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 trend 或者新的 For RCN 要登场，可以今天特别日子哦，可以偷偷的透露一点点吗？一点点就好。其实这一次是我们在台湾，是全球。先在这里发布我们下一季系列是 SS20， 所以很开心，大家希望大家喜欢。所以 SS20 Premiere in Taiwan。 对，然后还有 Element Collection 是我们最新的，在9月底会在全部2020 iHouse开始开卖，所以希望大家喜欢。所以谢谢把一些很棒的首发留在亚洲，留在台湾，谢谢 ，Thank you。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这么多团队也没有什么可以回馈给你的，我们只是为你介绍一位你未来的新朋友。他是新闻的主播，但是 so talented，
他接下来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主持人，接下来变成一位很棒的大明星。For now， 他已经是一个时尚的 icon 了。也就是说，所有的 follower， 他做什么，他戴什么眼镜，大家都会 follow 他。他就是一位时尚女神。I think she is definitely eager to meet you， 希文。准备好认识你的新朋友了吗？ Yes。掌声欢迎侯佩岑。接下来掌声欢迎副店长，欢迎 Pamela， 你好 Pamela 姐站在这边，谢谢。欢迎总经理 Lydia， 嘉义光学经理站在 Yannis 的左手边。最后欢迎 CEO 夫人怡婷，你好。你可以选择站在你老公旁边或者是 Pamela 旁边， up to you， 谢谢。很不舍得拍摄你，我们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 ，the camera right in the middle， with a smile。我们的同事可以一人拿一个 koala sink 吗？那每一个拿一个好不好？看看中间的相机，不然 everything is good in there。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再看看你的左手边的 camera on the left。右手边，刚刚我们非常忙，忘记戴上自己的眼镜，我不是上不上，没有啦，谢谢你。Randomly, everything is good. Randomly, do you？ 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 ，the camera right in the middle, looking good。再看看你的左手边，谢谢谢谢。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你看看你们左手边，再看看你的右手边。谢谢 Jane， 谢谢怡婷，谢谢。谢谢，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